我不是个卧底，我只想做个好人。怀才不遇的资深演员，李轩宁，外号黑龙，前黑龙帮帮主林七龙之女，继承父亲遗志的黑帮老大。现在黑龙帮是我当家，我的生命跟黑龙帮一直牵系着，余生水水生龙，这句话永远不会忘记。面对不断挑衅的白虎帮，来啊！还有躲在背后的刑事组组长，只要找到老麦。 我们就可以把黑龙帮给王打尽。Junior、林义珍、汪建民、邱浩奇、欧阳伦，没有一个就没有黑龙帮。你们别想动他们！黑龙帮的义气跟精神，不是一种小屁孩可以动的。龙脉要是找不到，黑龙帮永远都是最大的贩毒集团。唯有杀出重围，才是他们的最佳出场时机。文章巨获，待走。鱼跃龙门，未来电影台登峰上映。